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是2024年5月18日，礼拜六。咱今日来讲三个话题吼。那么第一个就是讲前过这个两年外前发生的这个大岛会火灾吼，死人个啦，伤67个吼，较严重个啊，这个火灾吼，啊，即摆。当初时吼，讲即个前柜的即个消防设备无合格，啊，伫装修中，啊，竟然都违法来营业吼。啊，那么即摆即照讲是讲吼，前柜公司甲负责人爱负全部责任嘛吼。但是咱都知哩，即炼台生吼，伊有伊电视甲连带啊。啊！即摆伊电视甲连带吼，变作啥？变作是蔡英文政府的传声筒啦。人讲媒体是第四权，要站在监督政府的那一边呢。但是呢，因为伊甲三立吼，拢等于讲吼，民进党的政府吼，帮伊插帮里散，互相插利益。共同分就对啦，啊，所以啊，咱就知影讲，司法即摆啥物人开的，所以啊，判无罪，参伊经理啦，啊是伊的监工啦，吼，拢判咧一两年啊，是几个月啊，啊拢缓刑4年啊，意思拢免关啦，吼，啊伊的前过一个子公司的名义叫做。抵管公司啊，才破例罚30万，6条命啊，67个大重伤。当然讲任台生有无我唔知啦，但是何解当然是应当的啦。等于讲你爱赔人嘛，迄毋是何解呢？你赔人，啊，刑事方面应当嘛有即，即摆个连接啦吼，我16命拢无法度讲真顺利啦。才有回入这个行动电源吼，行动数据啊。啊，我想这个前柜代志就讲到这啦。这书啊，这么难开的，有关的就没有关系啦吼。这再次获得证实，所以讲吼，都上人事啊。哦，讲到真大声，书啊改革，结果啊，不但无改革啊，煞哩搁倒退路啦，甚至吼，家个政敌啊，尤其吼。伊个心中个最大个敌人吼，陈水扁吼，佮糟蹋吼，这是第三话题，咱等来讲吼。那么第二个话题就是讲吼，即摆美国为主个即主流媒体啊，咱知拢是深层政府企业嘛，吼，什么《时代》杂志啦、CNN 啦、什么 BBC 啦、NBC 啦，什么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啦，甚至《Fox》啦，等等个只，拢伊饲个嘛。所以你看，即摆川普叫人顶甲金丝丝，啊，媒体拢咧讲吼，俄罗斯吼，这是独裁者啦，什么共产国家啦，侵略乌克兰啦，侵占克里米亚。你若拢听这主流媒体吼，因即款诶撒旦教诶共产主义诶人吼，安尼恁就无法度真正知影即个真相咯。你看，因拢讲好，啥物普丁啦、甚至伊诶支持者吼，拢是恐怖主义啦、恐怖分子啦。那呢，咱来看啦。这个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了啊，普丁的有大头脑，普丁的大头脑自称的这个知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叫亚历山大杜金啊，伊当初就是有支持普丁讲吼，坚持这个。传统主义啊，
反共产党啊，反双极这个主义啊，要多极主义啦、啊。啥叫多极？就讲唔能够甲美国安尼双方面对抗，世界间两个国家来主控这世界，爱多极啦、啊，多层面的哦，多区域的，多国家哦，有一个区域结合的哦，比如讲。四大金砖嘛好啦，还是讲亚太地区，也是亚非地区，啊、哦，还是南美地区等等的，一寡较有哦理念的国家爱结合起来。尤其杜金嘛是反共产主义的，因为普丁是反共产的嘛。啊，所以因主流媒体，甲咱台湾的媒体，拢洗脑人民讲哦，哦，俄罗斯是足恶极的，安怎拄安怎？结果恁拢唔知这历史。普丁两千年都当选总统时，伊就摒弃共产主义呢，伊成一个俄罗斯统一党呢。啊，共产党是第二大党呢，伊是反共产主义、反纳粹主义，甚至啊反深层政府的。伊本来嘛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。所以经济论坛，这个克劳斯，伊嘛是深层政府的人。普丁本来嘛参加因的论坛会议啊，嘛是要参加因的，等于讲吼核心分子啊。但是发现讲，因家是邪恶的邪蛋共产主义，伊就退出了。所以嘛反深层政府的啊，啊所以这反深层政府的吼、哦。啊，拢去用点甲金丝丝啦。哦，即个安倍已经往传出来讲哦，就是因为迄当阵伊咧做首相时，伊认为啊，即、這个疫苗、哦、有问题啊，因为入来拍 A G 啊，未整就死几十个老人啊，所以讲人有问题啊，所以毋正讲哦。除了讲好、哦、台湾讲欠疫苗，讲我无承认，毋是真正对台湾人真好啦，是讲恁台湾人既然需要，啊，阮就无需要啊，吼、哦，啊恁若紧急要，阮就先送你啊，送几百万剂啊，刷来一村诶，拢送互人啊，甚至啊送无了，无人要啊，伊就甲断掉啊。所以因为因日本人有发明医药禁术嘛，所以当初伊嘛鼓励讲哦。一寡病开放风气做医药禁术啊，袂得啊，安尼得罪着深层政府啊，所以挨着安倍啊，为个出问题，毋知是安出问题啊，可能个深层政府甲拖回反啊，所以伊就为着要治病，死掉首相啊，叫做啊岸田平雄，伊即个深层政府栽培啊，所以徛着强制疫苗啊，所以日本。嘛死要几千人、几万人呢？即摆日本议会议员、甲代表、甲遮伊也教授，大家拢出来咧反世界卫生组织、反新冠疫苗啊！即摆日本嘛无人要拍，无人要挂口罩嘛。甲台湾讲话、讲骂嘛，要咧互相拿力咧咧骗。哦，哎呀，拍疫苗哦，啊，嘴那么大，条马仔。开始唔免挂啦，吼、哦！但是阮真早就爱挂啊。啊，我讲，恁敢讲俄罗斯遮个人支持基督东正教、基督教诶，吼、哦，反共产主义？你敢讲伊是共产党诶？啊，伊是啥迄落？所以你毋知历史嘛，啊，毋知即、這个真相嘛。啊，我讲一个逻辑做判断，如果因也是独裁、独夫、恐怖分子啊。啊是安那，杜金就是讲支持川普丁爱捍卫俄罗斯，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这块的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啊赞成多极，等于讲哦，伊是支持普丁的，未得，因查某囝是八月，2022年的八月七的款，啊、哦，都去用炸弹，一个车顶炸死啊。啊！迄阵人个警告呢，个警告都是讲，你爱注意哦，有人要甲你找麻烦哦。所以啊，
伊甲因查某囝若要出去时啊，拢分开坐车。啊，结果啊，本来讲要带伊，结果带因查某囝。啊，若恐怖分子，啊是啊，因下受到恐怖攻击的，啊。啊，俄罗斯买啊乌克兰钱啊，吼、哦，甲普丁安尼咧内战，啊，一个普丁出来讲哦，啊，俄罗斯爱乌克兰，你爱投降啊，结果不但吼、哦、无要听这个普丁的呼吁啊，啊，这个。特森啊，美国福斯的主播当初就是批评拜登支持川普的这个啊、哦、行动尔，就去予福斯起头路啊。啊，起头路，但是伊就因为伊薪水真悬啊，所以嘛成立一个特森的这个谈话秀，等于独立媒体啊。啊，当然伊也去访问一寡，所以嘛去访问普丁啊。那伊访问普丁、访问俄罗斯的时阵啊，讲俄罗斯即卖啊，生活比美国内底啊，搁较好，搁较受人尊重，走路清气清气，美轮美奂，人咧来往安尼，吼、哦，拢真有礼貌，无像美国即卖内底啊，打砸啊、藏、乞食、食毒诶一大堆。啊，黑面鬼、安提化、凊彩暴动，啊，一寡违反传统诶，什么同性恋、哦，跨世代，啊，动不动变性手术，啊，黑面鬼、安提化，啊，打砸抢、零元购，啊，社会治安乱七八糟。顶日我看了一个华人啊，讲本来是一个美国大诶保险公司 AIG 咧做。高级官员，高级雇员啊，一个月听我嘛几啊万薪水，美金的薪水，伊嘛看袂过啊，离开美国啊，去马来西亚去买厝啊，伊讲参与伫美国嘛看不到未来啊，安尼，但是呢，那普丁伫俄罗斯遐悬，啊，结果。支持度也悬，所以咪才连任，往要八成外的选票，会要四个才会选呢。其中第二悬的是共产党诶，啊，共产党才摕着4%尔呢。你袂看，人就是普京做了好，啊，结果诶，即媒体拢甲伊妖魔化。但是咱会记得，过顶年啊，即个一个。歌剧院啊，在莫斯科附近啊，一个歌剧院啊，竟然受到这恐怖攻击啊，死百外个，伤了几百人，哦，听讲死百五个左右啦，啊，死伤啊，三四百人，你来看，啊，结果普丁当然人民的愤怒啊，啊，逼到伊了分化。讲恁遮吼，敢要甲俄罗斯当作安尼敌人安尼，要甲人糟蹋的话吼，如果恁啊武器啊攻到我国家来啊，我着不排除使用最精密的武器啊，不排除包括核武啦。啊，这是啥上来？当然，孙政府上来啊，孙政府。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因后边煽动的，啊，即马随时吼、哦，都要符合因全球主义哦，要来消灭多数人呢、啊。哦，疫苗哦，死的无遐紧啊，有限啊，但是听讲嘛是未来吼、哦，只要拍疫苗爱较注意的，因的副作用啊是年年累积的。啊，不管安怎，往这核武哦，世界大战哦。死的更加紧啊，几千万甚至几亿万都有可能，这就因买来。但是普丁逼到伊无法度啊，伊爱讲这款的话，
来安慰伊个人民啦，无他就失去伊遮悬个满意度个即个，哦，即个人民的期待啊。但是你来看，虽讲个无偌久尔，阁有人个发射即款个导弹啊，发射到伊国内去，嘛是莫斯科附近个第二大城啊。内底个民宅啊，结果死，听讲死二十几个啦，媒体是讲死九个啦，啊伤几十个啦，死伤几啊十个啦，安尼是了，未输，啊超讲超超去个，人是甲你讲哦，你毋通安尼做啊，你若要安尼做时啊，恁遮白个吼，我不排除动用武力哦，你看。即普京算讲吼，足有克制能力诶。伊嘛是讲吼，我爱战啊，无爱战吼。你硬要叫我战诶，啊，我若战吼，当然啦，我着中计啊。但我若无战吼，我诶执政诶迄个合理性啊，够受到质疑啊。进退两难，即就是有人诛心诶明君所爱思考诶，敢毋是啊？你若讲真正独裁、独夫专制的话啊，伊咧插潲你，你敢甲我讲我啊，国家人民死几百个、几十，像毛泽东啊共款啊，我毋惊。你啊看，伊就想切恶即个列宁、斯大林呢，伊咪反列宁、反斯大林呢，反共产主义呢，因为伊嘛是破坏因的亲情，甚至破坏因的阿公啊。所以公开反列宁主义呢，马列主义呢，所以表示伊有即款个基督教先人基督教民族个心嘛，敢毋是安尼吗？所以你若讲伊恐怖分子独裁呢，啊是啊，拢因咧受害，受恐怖主义，啊你嘛想讲哦，伊侵略乌克兰。你知影，即真相是安怎？我讲到足济解啊！俄罗斯以前乌克兰是因个领，苏联是个领土啊。内底有相当无甲一半，上无嘛两三成，是俄罗斯个人去住个呢。啊，讲个是讲俄罗斯语呢，所以拢亲俄罗斯呢。啊，但是美国就是要个挑动啊，所以竟然甲迄个亲俄个总统亚努科夫、科罗夫迄款赶走嘛。往即个学生暴动啊，抬警察啊，甲逼走啊，啊逼走扶持伊个傀儡啦，啊即泽连斯基嘛是傀儡啊，啊拄川普起来时啊，伊毋敢假笑啊，当川普落台尔，你看拜登就叫讲，佮加强往迄个纳粹也属于啦，去攻打残害乌东俄罗斯的人民嘛，所以死要几万人嘛，迄妇孺互因。杀杀人类奸杀，看偌济啊！因遮人当然是只有向普京求助啊！啊，普京甲人看向伊求助的因个俄罗斯的人，踮遐咧受迫害吗？所以逼到伊无法度来出手啊！你看拜登甲硬叫这泽连斯基一定爱讲，直直讲，爱克里米亚嘛是安尼啊，克里米亚。即当阵2014年，就是迄个亲俄罗斯的总统去人赶走，啊嘛去人迫害啊，啊克里米亚嘛九成拢是俄罗斯的人啊，啊是当初苏联解体是克里米亚去人归俄罗斯，迄当阵讲苏联时讲归予乌克兰管尔，啊当然俄罗斯的人看面就是我，当然人因就发起讲要公投啊，结果当然。九成以上的票拢要归入俄罗斯啊！啊，这是一个民意呢。啊，恁遐台湾人听这主流媒体点啊，甲你讲好啊，安尼什么侵略克里米亚？哎，啊，搭一讲中共，若甲咱要甲咱并吞，要甲咱侵略，安尼咱嘛讲哦，啊，外口甲你讲，安尼是美国甲咱侵略，是嘛甲咱侵略？啊，讲会通，
对啊，迄是咱台湾人民要公道，要给啥人的啊？敢毋是咱？啊，当然咱是爱家己治理啊。啊，咱克里米亚是本身，你要甲乌克兰做伙啊，是要甲俄罗斯做伙，人的公道同意啊。啊，你难道你台湾你无爱家己公道，家己决定家己命运吗？对吧？将心比心嘛，咱也要看嘛。好啦，这下摆要哪讲的啦？那么今日最主要，咱第三话题就是要来讲德赦啊，变啊总统的这个话题。你讲啊，我无啥爱讲，就是因为啊，伊讲要德赦吼，咱若讲哦，伊绝对袂德赦，因为我心内就知，咱2012年，咱就知影讲，这人互伊选着了嘛，无可能德赦啊变啊。啊，2020年时，有人讲啊，等连任才迄落啦，一挂迄演讲罪啊，一撮假绿色个只媒体啊，什么蒋天军啊，什么什么地震作家啦，吼、哦，你来选哦，蔡英文，你若连任，你啊绝对会得啥物啊？嗯啊，你遐看，啊，即摆呢，啊七八年过啊，啊恁即只媒体、只电台、只假绿色个电台，你敢搁听下落？我真正就看破啊！以前我嘛甲伊真好呢，我嘛是种讲台柱的口音人士呢，因为我有一挂话要透过因讲啊。但是啊，即马我连爱看听爱甲伊考嘛无啊。即是咱看真早就看破下手啊，敢毋是啊？即是大家要甲你讲尔嘛，伊的心态就是安尼嘛，要甲阿扁啊修理，甲凌迟尔嘛。我讲，伊这是多变的主角呢。你家去看晋阳内线案，甲这个远通伊滴这案，第一任的金管会主委龚兆胜是安怎去互串门逼走的？啊，郭耀祺是安怎去人迫害？其中拢串门出门的。啊，这就是因的主要就是要电阿扁尔，要甲阿扁救落来，是安怎呢？第一个得罪孙政政府嘛，因为阿扁也袂随便开除金国，袂随便听这孙政政府给因的进攻的好处嘛，啊无听话嘛，伊讲爱独立台湾独立自主嘛，啊袂使甲中国一啊有诶无诶嘛，哦啊嘛无爱互美国踮啊牵咧行嘛，安尼得罪啊，最主要就是利益嘛。所以国民党、民进党的遮，民进党就是蒋介石叫李登辉背后安排调查局的线面成立啊，每一个拢是啦。我来讲啊，包括赖清德啦、黄伟哲啦，甚至新潮里些吴乃仁啦、林罗水、邱毅仁、洪其昌遮啊，搭阵啦，谢长廷、苏贞昌、陈建仁这种算是嘛。但今年是尾仔才加入，但是啊，相当拢是中国的人嘛，所以是中国亲自党的才有别个党。啊，蔡文国边讲啊，因老爸蔡杰生就是两蒋的第一红人啊，破水建党啊，所以即摆因就是共国民党的人啊，啊，国民党就甲共产党斗空的嘛，他有什么问题？啊，美国甲中国就咧耍台湾尔。啊，咱毋是讲哦，要拆破，讲哦，咱袂使甲美国做。啊，美国咱嘛寄望讲，共和党川普一年较真正爱好世界和平的，真正要关心台湾安全的，毋是甲要甲咱踮啊算，甚至啊不惜把阮列入这台海危机中。这算成这都是安尼咧算啊，敢毋是安尼吗？要钱要搁命嘞。那、啊、当然，咱毋爱死有为蛇啦，咱无法度啊，吼、哦，咱无真正是伫保护家己啊，咱嘛是爱靠遮美国为主的日本、联邦遮，是安尼啊。但是咧，阿扁最主要，蔡英文无要得势啊，除了蔡英文是多变的人，他有可能去得势阿扁以外，最主要是安尼，因为。因家拢是中国的权贵嘛，袂使让伊无听中国的人，吼、
的话的人来执政，啊，就变作阿爸会失去执政好利息嘛。因为阿扁也做了真好，啊，大家阿爸拢选即款真正顾平民百姓弱势者的总统位，因都阿爸都无法度应酬执政啊，对政党问题嘛。所以啦，如果若毋是党国听党国的话啊，是阿拜无可能选总统嘛。即摆就是安尼嘛，你要来连署，你一千五百万要来提出来，啊你中阶层呢，一两百万呢，要来出来保证金，啊你要去选举，你有啥媒体无？袂少就甲你哭去啊，是无？即摆就是安尼啊。伊甲阿扁啊讲，你啊看，即摆就是超工甲讲，哦，我有可能要得罪阿扁啊，好、哦，我大家就伫点啊，互哪日个遮个串文的媒体啊，点啊咧酸阿扁啊，讲好、哦，是这以前安怎好贪污偌济咧啊，即阵讲还未讲清楚，他又高不起来，你看，遐大家讲哦，好、哦，阿扁啊已经十几亿，已经充公啊啦。哦，可能海外也有咧啦。我讲吼、哦，较好晓，马英九甲海内外，什么海角七亿啊，什么多亿、多亿，拢查甲了了。查无时，毋才会讲吼，邱毅甲即个姚立民啊，才会点啊抹黑讲吼，啊变啊有汇几百亿去日本银行，较好晓日本会随便互你汇钱去啊、哦。结果人日本都反晓人尔。结果，因嘛无回信咧。甲即阵也咧讲，哦，有可能迄几百亿个，啊，什么细汉兵、什么外国兵有无？因即个来讲啦，有啊，大是哪里个主要个媒体，包括我讲，包括中天，你是讲伊是关中天啦？毋是啦，拼风头尔啦。国外嘛是拢合作个啦，尤其哪有法度？上者拿力主流媒体，踮啊咧辩护，辩咧去，吼咧讲东讲西啊，遐拢是因同国同路人啊，包括王世坚啊。你想王世坚是安怎讲好？监督政府，批评政府，哦，竟然阁有法度摕民进党提名来选哦，蛮多美好啦，串门了即款来选哦，无可能。真正若讲。顾本土、顾平民、顾弱势，为着公平正义啊！伊才有可能互选。安尼你想就知啊，全部拢咧对付阿扁啊一人啦，甚至伊所有因的家人啊，每一个拢定到金丝丝啦。咱伊的政治生命的接班人陈志忠，嘛要甲取得伊的迄个政治生命。处得于忠诚，忠诚终身嘛，阿伯拢无法度选嘛，这唔来串袂啊，偌阿伯个偌清定嘛是安尼，所以啊寄望偌清定，偌清定嘛是照白啊，安尼是到有啥物寄望啊？因是啊讲，讲到尾啊讲吼，叫阿扁啊承认，哦，即个钱啊回转来吼，啊承认贪污。正要得势啊！上尾我留一句安尼，是安怎？进前拿钱嘛来讲啊，如果特赦，请他哦承认犯罪，承认贪污很多，啊是安怎？因为伊若承认贪污，阿伯因拿力就会用讲，包括共产党讲，哦恁台湾呐、啊，即本土基层的人无资格选总统，啊因有合法性。因遮党国个后壁有诶无诶，遮职业学生都资格来永远来执政啊！这是上大因诶目的。吼、哦，啊，我讲第二点，你看阿扁诶总统，是五十年前哦，伊即摆七十外岁，比我加我两三岁嘛。五十年前二十几出岁啊，尔。就做历史，开历史事务所，变做知名海商华的历史。迄若讲甲什么张荣花、
长荣集团啊，是讲遮大企业的，哦，伊大企业客户真多嘛，凊彩伊按咧一年几千件、几万件，一日按上无拢几啊万、几十万、几百万，哦，你若民事讲诶官司可能上了不起几十万嘛，但是即个大企业的，一按一按是拢是几十万、几百万收入啊。一个月都做两件就好啊，何况伊的客户遐多，一个月我就凊彩甲估计啊，最起码嘛五百万收入以上啊。当然嘛是爱分一寡薪水的，但是伊家己要赚偌济，真好赚嘛，几啊百万甚至几千万走袂去嘛。啊，若安尼，五十几年前一个月就赚几百万、几千万咧，你感觉即摆伊的财产有偌济钱？啊！去予东国家东厂，只后壁只东厂只司法，安尼海内我拢查啊，才查十几页。表示啥？表示伊十几亿、十四五亿去捐去予民进党只个哦，只个伊个党友，也是甚至台联个只，也是讲一寡台湾驻联个只个民主活动。遮拢开伊个钱，因为民进党无钱啊，开伊遮个表示遮政治有一寡，比如张忠谋啦，遮个财团啦，啊咧捐个钱啊，伊差不多大部分拢捐去因遮咧，所以伊根本就贪财个人，因为伊去予国民党党国遮个司法掌着个、查着个，遮十几亿尔，啊我来讲。伊五十几年前财产都偌济啊！啊，即摆财产能偌济？伊是经过台湾最主要的选举咧，选过首都的市议员，做过市议员，选过台南县长，选过立委上官票的，选过市长，首都的台北市长，选过接过两任的总统。迄当阵。也维权时代，甲民主拄开始的时阵，迄当阵大家也咧抗议一党专政啊，大家嘛要甲国民党拼啊，所以啊，无王辉当场踮遐担钱的，捐的看偌济啊，我嘛捐有丢啊，我嘛心甘情愿啊，安尼迄钱有偌济，迄拢伊拢无法度用，敢是啊？所以，扁案阿扁是上清廉的嘛，伊捐遐济钱出去，伊两任的总统选举补助金三亿元拢捐出去呢。你搁出来问敢有捐？大清你敢有全部捐？即摆讲有捐啦，但是捐了捐到因新潮流办公室啦，因为因就是因拢是共犯结构嘛，中国的只后壁有一个共犯结构。伊个办公室内底统一管理嘛，你若想要管予人民啊，毋是啦，爱透过伊个办公室，才踮遐去训练伊个青年军啦。人个变是吴淑芳个，直直管全部管理予党主啊，党部啊处理呢。啊，伊嘛无一定，伊做总统时嘛是两届党主席啦，啊，伊当个党主席。苏贞昌嘛做过啊，邓江嘛要做过啊，甚至谢龙泉上尾做时啊，伊钱竟然做甲无够啊！啊，人阿扁也捐予伊啊，迄钱拢讲好，阿扁也当作钱拢无去捐，所以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嘛。所以上清廉的去予恁，我毋捌看着讲台湾的遮要求遮重要政治人物啊，有按家己的钱捐出去。啊，国叫美国贪污，这是什么世界？啊，过来啦！尤其咱上主要的讲，必然是超级冤案呢。恁那是川普安尼，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呢？揣无证据，硬叫假证人做假证安尼，做伪证，硬要甲加，啊，若甲加变啊！嘿，迄个人就无代志，啊，若无加变啊，迄个人就出代志，存民心，敢毋是安尼吗？
都开始无甲变啊，什么元大啊，元大什么政治现金案，讲一零一，包括伊个一零一，哦，讲一零一钱，安尼摕一千万政治现金互扁少尔讲，安尼是有对价关系，我来讲啊，一零一五六百亿，阿扁个动作建立时就。200多亿的潜力金就入国库了呢，啊，当初若要甲伊摕一千万，迄200多亿，那因国民党甚至即摆出来问啊，迄200亿毋知潜力金啊，花一零呢，啊零就归去，这100亿花就好啊，200亿免管国库啊，啊无5亿、10亿嘛，这真好啊，啊，踏入去甲人民先摕一千万啦，这台湾人咧头壳较清楚，是阿曼叫买啊。迄五大弊案啊，潜力金大部分拢零，甚至各台北市库还佫塌互因呢。伊是富邦个啊，台北银行规个拢搬去哦富邦，啊，所以头壳你想啥？恁的逻辑思考能力有没有？啊，比尔总统如果讲一零一要去甲拖政治现金，伊就恁200多潜力金都。啊，三百三十二叫这这投资中信银行，这迄个有诶无？这兆丰银行等等个，这恁个投资诶，这拢就提花就好啊，踏着全国可能爆坏个。所以吼、哦，当时啊，咱要讲啊，无一定逐家拢讲着。啊，即摆有忽然想着讲，哟，啊查遐济啊，对吧？啊，较有讲伊按个什么？机密的公文，什么提等于就，哎，人要写回忆录的，啊，伊这公文有当时啊，嘛是人介交往的，伊敢免提等的，啊，川普嘛去用安尼叠啊，哎，计个拜登死了就提等都不要紧，啊，伊提等就川普提等的问题，啊，你认为提等嘛拢无代志，包括马英九你即摆反正冇提，反正你袂瘾提啦，反正你都根本都 nobody 咩咩，你都戆甲。对这无遗憾，人阿扁是做两任，真正有对党有建设，所以伊足重视这历史，甚至伊的功过啊。所以要摕一寡资料等于做回录啊，但是伊嘛袂瘾好做啊。马英九当国嘛袂瘾好，所以把迄机密公文全部拢没收啊，所以国甲要甲判罪啊，这够合理。啊，所以讲会涉及国家机密，一爱好台湾独立建国的人，伊会泄露国家机密给中国，咱的敌人的唯一敌人就是中国嘛。啊，会泄露国家机密，对马英九甲蔡英文啊，因为因就是甲中国有交接过啊，因有通话的记录啊，阿扁也无啊，吼、哦，甚至有公开对抗。中国过啊，甲中国量化，甚至中国安尼来个破坏啊，所以不但安尼一案接一案，我拢无证的，啊，所以我都捌甲评论过啊。伊目前去用判案的这四段啊，拢是对台湾足有帮助的建设啊，啊，一零一和台湾变作有一地标啊。澳洲金改和台湾的金融健全体制啊，结果叫杜立人做假证，逼伊讲个假币啊。啊，杜立人讲无啊，我都唔爱做假证啊。结果啊，逼甲伊去自杀啦。当然尾仔自杀，去用救起来。啊，救起来，伊嘛讲哦，是叶芳如逼伊来假币啊。啊，结果叶芳如无代志，啊，这个案嘛。嘛，硬要甲阿扁判重刑，啊，包括龙潭人妻啊，你看，互咱龙潭人妻有这就业机会，甲这吼、哦、出口的这个吼，迄、哦、是广辉嘛，就林百里的需要呀。结果伊为着安尼要互台湾靠有这经济竞争力，啊，结果讲安尼伊对价关系，结果人讲拢无对价关系啊，硬要叫。孤重量加，啊，
去日本，伊讲如果去日本，讲你个咖啡啊，安尼你才无做，是你倒来阁有法度做啥物啊？主办的理事长是毋是安尼？你遮明显诶，结果辜仲亮嘛有承认哦，啊，结果司法不采信啊，这靠呀，即款司法阁有人咧相信呐？啊，阁啥物案？国际奥会啊，啊，国际奥会总共叫嘛迄3000万尔。啊，变个关注什么？奉天当阳，都超过3-6亿个啊！啊，免钱个，免申报个，迄都几亿万啊！迄李光光个利息都几亿万啊！啊，迄关国库，啊，再来讲好 A 类个国际奥会，啊，靠个国际奥会，伊都确实都有去关予人啊，有去做严守秘外交啊！安尼啊，爱好。好人我好破甲无几多型，啊！咱当初会去国际奥会，马英九讲不惜把他严守外交的秘密啊，泄露，迄只讲发布，吼、哦，啊，要来办阿扁啊！结果你会去马英九去中南美去5个国家，迄全部国家拢袂见，甘尼加拉瓜，迄奥地利。嘛未见见5届哦，5届要求见曼谷，5届求见拢无爱见。结果是中国出手讲话，来你若无见我，对我真歹看。勉强叫伊某先甲见啊，才抓来甲伊握一个手嘞。结果嘛是未见甲曼谷做伙，哎呀，中国要帮助曼谷嘛。啊，这总统是阿歹。因為你若讲泄露这演所外交，伊个政敌是毋是安尼啊？怎样借题发作啊？借题发挥啊？安尼是咩政敌个部分啊？伊个执政个是毋是？伊媒体个炒作啊？伊个反对党个是啊？也巴叉，所以足明显嘛。安尼咱就知影讲，原来。阿扁啊，为着台湾才打拼，安尼上清廉的，啊，佫做遐侪代志，预算上少，做上侪代志，佫为着平民百姓，安尼发一寡福利金，予人民是相对马英九佮蔡文打一个有咧顾咱平民弱势，所以恁这大人也要想啊。我讲，即摆伊旧脚佫缩出来，就是要甲阿扁领地尔嘛。连你阿扁当个糟蹋咱台湾人嘛，安尼佫会放伊煞？啊，恁才讲咧支，讲咧停变呢，结果讲支持蔡英文呢？啊，恁到底是真正停变的停菜，还是咧翻变，还是拢是块叫别啊的同路人？所以我们才希望讲，台湾人啊，你读个爱晓想，你为着人民，为着国家，毋是为了政治佬啊，甚至毋是为着国民党。李登辉栽培的这些鸟白啊，我包括萧美琴嘛，鸟白啊，囝查某囝啊。萧清芬就是1973年、1975、1975年至1971年，蒋介石叫台南新学院的院长爱听话，无要甲你换掉，结果讲袂使，我那个要顾台湾意识，结果黄章辉甲宋全胜两个院长啊，拢叫逼走啊，逼去。英国甲美国，尾啊，1972年是美国成立一个台湾主权推广联盟啊，啊，所以李登辉甲中央教会有因缘，才去请这个萧清芬回来接南巡的院长啊。所以萧美琴真早就是送去美国，哦，1986年就送去美国做高中的时，就是是花拍。李登辉成立的花拍内底做实习生啊，做读大学时，1989年开始的，就是民进党驻美代表处做执行长啊，先做活动组的执行长，尾啊就做执行长啊，啊，干部较明的，足早咧栽培较白啊嘛，所以偌清的串。哎，萧美琴、蔡文，这拢是中国的人士，安尼你搁遮明显啊，你搁咧停，啊，啊，这阿扁啊，唯一真正
周围总统做了上好，上照顾咱台湾人诶，上关心台湾利息诶。啊，只是讲得罪因这利益，甲得罪这孙政政府，未得啦。啊，即阵不得翻身啊。但是啦，伊不得翻身，咱只有讲会用替伊打抱不平，咱搁用做啥？咱卖去支持这叫不要这政治道啊！先建起来，好阿伯就支持。有台湾心的，这独立的台面上，国民党、民进党、民众党，什么时代力量、激进主义等等，这拢是因党落人啦。我看到这侪也唔知道，我拢参悟过啊。好啦，今日讲这久啊，反正。